泰式烧烤摩嘎达，全场任你吃任你喝，一个人只要29.9元。位于 Raja Udang 的烤昆摩嘎达，用的是炭火，不是 gas 炉，食物吃起来还夹带着炭香味，汤底不用多给钱，还加入香料，实在是真材实料。他们有腌制了很多不同口味的肉类，吃多少都不会咸，猪肉、鸡肉全都有，腌制到相当入味，相当不错。沾上酱料根本就是一流，带花、鲜虾、螃蟹，29.9元还能吃到海鲜，重点是没在限制你吃多少，完全不怕你吃不饱。烤过的海鲜非常鲜甜，根本就是海鲜控的天堂。还有不同的面类、丸类、火锅料、蔬菜等等等，泰国必吃的妈妈面也是有。除了烧烤、火锅，他们还有烤香肠、烤猪肉串，这些全部都能吃，完全不用加钱。29.9元一个价钱就能吃完整间店。炸鸡、炸云吞、炸馒头等等，他们还有这个鱼丸海鲜羹。饮料的部分也是选择多，泰式奶茶、泰式柠檬红茶等，还有大大只的汽水，真是太值得了啦。吃了摩卡达，当然要来个雪糕当做饭后甜点，他们还有这个 Gender 的特别口味，快点揪上你的家人朋友过去吃摩卡达了喂。